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国注》第391页，391页第二行。坚固不动，其心如金刚，能破一切，而不为一切所破，故云坚固。这是经文，都是介绍法藏比丘。文句不多，都是学习非常紧要的开始。殊胜的行愿我们缺乏，念力智慧无根无力，我们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正上就是提升，都是缺乏这些基础。阿弥陀佛成就为什么那么快？为什么那么殊胜？读到这一段经文呢，就明白了。而且他的行愿念会练样样都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才有这么大的成就。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他的根底有多深。这个当然不是一生一世修来的，生生世世累劫功德之所成就，才能这么殊胜。我们明白了，要效法，要极其直追。他精进，我要勇猛精进，要追上去。能不能追上去呢？能。为什么能？阿弥陀佛加持你，你就能。如何能获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心中只有这一念，除这一念之外没有杂念，就得到阿弥陀佛加持。阿弥陀佛真的有能力把他自己无量界修行功德、无界成就的大愿加持给我们，我们得到了他的加持，跟他一样，这是绝对没有疑惑的。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作证。问题呢，就是我们肯不肯
这才是真正关键之所在。我们是不是真干？我们是不是真的能把自己这颗心里面一切烦恼习气以及不善的这些业习，把它打扫清除干净，让自己的心恢复到清净平等，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就现前，那就叫觉。觉就是智慧德相现前，因为你本来是佛，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阿弥陀佛威神大愿加持给你，是轻而易举之事，对他没有一分一毫的损失，对你带给你无量无边的利益。他多生多劫的成就，你一念之间就得到，理上讲得通啊，事上就没有疑惑啊。问题在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把事情认识清楚了，发心真干。度众生这个大事业是一切诸佛的本愿，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证果？通通都是为了帮助苦难众生。我们现在是苦难众生之一，觉悟了，醒过来了，想走这条路。没有觉悟的人，不知道这条道路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帮助他们的。所以坚固不动，其心像金刚一样。金刚是地球上物质里头最坚固的，能破一切，不为一切所破。所以人用金刚做工具，这个世间一切坚固的东西，他都能够把它破解，因为它最坚硬，没有任何东西能破坏它。用金刚来比喻坚固，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都不动摇了。这个法就是大乘无量寿，就是一句六字洪名。诸佛如来
大乘教中第一珍宝啊，没人认识啊，还有许多人回报不相信。啊，原因呢，它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造成了许许多多人的误会。只有少数人真的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福报不够的人他不相信，在他面前他也不要佛。这一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大乘教里头告诉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无论这个人贫富贵贱贤愚不肖或是老朽或者是临终时候才遇到善友告诉他西方有极乐世界，劝他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佛也接引，甚至于造无逆施恶回谤佛法，临终忏悔承认自己错了，后不再造啊，发心念佛求生净土，佛也来接引。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这个法门超越一切法门。啊，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这么说法。啊，目的何在？用意何在？无非是劝导一切众生要真正相信这个法门。啊，夏莲老、黄念老所以出世在世间，没有别的。世尊末后这九千年，只有这部经，只有这个法门，能普度一切众生。啊，换一句话说，其他法门根性呢？没有了。不是法门不好啊，契机的人没有了，唯独这一法契机。真心真愿，一生决定成就。啊，可是你的心要坚固不动，决定不能够见异思迁啊，样样都想学，这就把你的精力
时间分散了，纵然能往生，品位也不高。这其心如如啊，《金刚经》曰：“如如不动。”啊，故不动呢，不是成空之极，而是心心起于真如法义。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个不动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不动啊，只有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就是切于真如法义啊，心心就是念念，每一个念头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真如，阿弥陀佛就是法义，一切法归业，归到阿弥陀佛。我们看大经，古大德他们研究的结论，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教，不出华严。啊，所以公认华严是释迦牟尼佛根本法论。啊，就是佛所说一切法根据，大根大本，一切法都从这一部经就流出来的，这是根本法，好像国家的宪法。啊，《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都归记录，那我们就晓得无量寿经是华严的核心。啊，根本法的核心就是无量寿，无量寿的核心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样才能体会到啊！所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法了，一定要把心呢定在这个地方，坚固不动啊！啊，念念流入啊，如来觉海。是啊。无量寿佛四个字什么意思？啊，这也用梵文，梵文是阿弥陀佛。啊，翻成中国直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就是无量觉。无量觉就是如来觉海。我们念这句名号，每一个念头都跟如来觉海相应。这一桩事情能疏忽吗？世出世间大事，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
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吗？没有了。啊，佛劝我们不要去想东想西。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对了。啊，诸佛如来苦口婆心在那里提示我们六道凡夫念念不绝。啊，不知道佛的意思，不知道佛的用心，当然，你更不知道佛的恩德、佛的慈悲。佛菩萨一切大智、大德、大能，都在一句佛号当中。而诸佛那一些大智大德大能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不是别的。那么这一句佛号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性，能开发我们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有凭有据啊！啊，还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你迷于眼前的人天福报，不想回归自性，回归自性是成佛。啊，那么佛教你三归五戒是什么？你真正如法修行，你能得人天福报啊？那你又不相信这就叫做众生难度啊。烦恼习然太深。于此可见。借着真正能坚固不动，当然修行精进，无能于者。后头这一句是赞叹的话。啊，修行，这是通用之词。啊，晋朝以后，变成佛教里面的术语。如理而行皆定慧，这叫修行，就是佛教当中讲的教、理、行、果四法中的行法啊，教、理、行，这叫修行。行是行动、行为。行动行为很多，无量无边。啊，佛把它分为三大类，就全都包括了。这三大类，身、口、意，不出这三种了。起心动念、
心的行为，言语是口的行为，举止动作是身的行为，行为再多不出这三大类。世尊49年的教诲，教什么东西？就教这个。希望你身口意三业造作，不犯过失。凡夫三业造作都是过失，都是罪业。为什么呢？它跟烦恼相应。它跟信德不相应。我们细心观察，用法法术，今天我们三业造作与烦恼相应。你看身的造作，杀生，吃肉不能不杀生，这一生当中在饮食里头杀多少众生，自己杀，叫人杀，责任都要自己承担了。厨房的厨师听命于你，你叫他杀了，他是奉命执行的。煮饭是你，你下达命令的。一生杀多少？就这一桩三业都有，你看念头起心动念要吃肉，丰富厨房里面就杀生，口业，意业口业，甚至还有亲自动手。那就有身业，身与业三业都杀生了。道通通是烦恼啊。起心动念占别人便宜叫道心。夺取别人的名闻利养，据为己有，这是道的行为。这个里头也是身与意三业都造。杀盗淫业也是三业都造。身造的善业，口妄语，说话不诚实，
口是心非。啊，这个言语不是从真实心中流出来的，是从烦恼里头生的。人没有真诚心，啊，善恶的念头在自己心中啊，千变万化，时而善，时而恶，恶多善少，恶的力量强大，善的力量微弱，啊，善敌不过恶，这真的。学过百法名门就知道，善心所只有十一个，恶心所有二十六个。啊，在数量上就差一半都不止啊，十一个，二十六啊。啊，而且十一个力量薄弱，那二十六个力量强大，这就是人为什么善念少，恶念多。啊，善念的力量敌不过恶念，知道是错了，还是要干。那为什么恶念支持他的欲望？欲望是贪嗔痴慢支持你，善念很不容易坚持长久，善念要坚固不动，才能抵得过恶念的二十六个。坚固不动才行，稍稍动摇就失败了，这叫功夫啊。功夫浅深是说这种事情啊。啊，这些事情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早晨起来到晚上休息，不就是干这个事情？有些人还不止，睡觉做梦也干。那换一句话是，日夜都不停啊。这是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啊，佛教我们修行，把这个修正过来。啊，起心动念修正，从哪里下手呢？从断恶修善下手。啊，只许有善念，不许有恶念。佛教初学，给你定上标准，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中国这些老祖宗有智慧，有大德，他们的智慧大德跟佛法相通的啊，祖宗给我们定的标准，
父子有亲，亲爱。父母对儿女有情爱，真的。儿女对父母有没有情爱？小时候有，长大了，越大，距离就越远。到自己结婚成家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啊，有了妻子就不要父母了。这是今天社会的场景。从哪里见？结婚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啊，跟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干预太多，麻烦，讨厌，最好距离远远的，越远越好。这叫缺德了，缺大德，根本德缺掉了。这个缺掉之后，其他什么都是假的。全没有了，整个崩溃了，因为像树一样，这根之根怎么救？不从这儿救是假的。枝叶照顾的再好，根烂掉了，今天社会的病就在这里。孝道没有了，孝道是主的根，还有一个副根，辅助孝道的，那是师道。孝道没有了，师道自然就没有了。啊，因为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尊师重道是在第二句，奉师师长。一个是生命的根，一个是智慧的根，老师是智慧的根，父母是生命的根，两个根都没有了。今天这个世界出事了，出在哪里？就出在这里。古人说，人心坏了，不孝不敬，人心坏了。不孝不敬上加个大字，大不孝，大不敬。啊，对于后人呢，不孝，这根就会断掉，这才可怕呢。我自己不孝父，我叫我的儿孙都不孝父，不孝父。他们学得快，变本加厉。啊，他比我对父母更不孝。我们今天遇到是这样一个局面，啊，怎么办？佛教我们只有一条自救的道路，
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你做了佛，你才有办法来教化众生。你没有做佛，你是凡夫，你的德行不敌不过烦恼啊，你的智慧浅，扶不住那些邪思邪念。所以真的只有念佛，做样子，做好样子，那个功德无量无边啊。好样子呢，放下万缘，一门深入，这个救世之道还是古人说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人忘本，我们把本找出来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真要做到。这是什么？这是教人。孝亲，孝祖宗，教人尊师重道，这叫从根本救。这不是从职业，从根本救。那唯有从根本救，枝叶才能活得过来。不从根本，枝叶决定活不下去。啊，你天天就惯怪他，几天苦死了，他没根。啊，面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定要如如不动。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这个重要。清净平等是真心，染污动摇是妄心。啊，我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用的最好的，地仙老法师、锅炉匠用的最好。啊，他三年就成就了，告诉大家。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真去了。我们不做样子，不行啊。教理行国司法，参考资料里头有简单的说明。啊，法宝中有四种，第一个是教法，教法就是教科书，就是指的经典。
啊，世间人尊重他，称他为经典，现在一般称为教科书。啊，这是教科书里头最值得尊敬的。这些书本里说的是真话，是从自信流出来的真实智慧。啊，教给我们怎么样做人。怎样持家？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超越轮回十法界，达到究竟的果位，大般涅槃？这教科书讲的这个，啊，三世诸佛所说，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啊，破无明、破烦恼的这一些身名句。啊，身是教学的言语，啊，名是佛说的这些专有的名词，叫名相，这都是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啊，有他专门的术语。句，每一句话，文我们讲文章啊，把句合起来，一段一篇，这叫文章。啊，诸佛当年所说的身、名、句、文，统统有，没有把它写成文字。啊，这是原原本本的经典。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这是佛弟子们所做的，啊，这个功德很大。如果不把它用文字写下来，利益只有当代啊，往后沉船，时间不会长久。而且容易变质，是吧？愈传愈火，假东西都进去了，都掺杂进去了。由此可知，集结经典是有必要的。啊，经典能保持佛菩萨所说的原汁原味，啊，集结经藏，学习经藏，传播经藏的功德，
不可思议。啊，二是这是世间头等的大事。为什么他能救一切众生？啊，他能帮助众生破无明、破烦恼。无明是根本烦恼，还有执着。尘沙烦恼是知，见思烦恼是末。啊，烦恼分为这三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人不是真正下决心，死尽偷心的，这烦恼洗不干净的。说起来容易，几个人把烦恼断掉了。能断烦恼的人，世间人称为大修行人。藏传说大成就者，他想成就什么？烦恼习气放下了，啊，张家大师叫我叫什么，就是叫我放下。啊，放下，你就能看破，看破就能帮助放下。啊，要不断的看破，要不断的放下，看破就放下，这叫精进。看破没放下，这懈怠，啊，那叫解悟。你明白了，没错。你没做到，啊，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做不到，那就是他的习气烦恼，他喜欢，他放不下，啊，贪嗔痴慢疑放不下。啊，贪财放不下财物，贪死放不下妻妾，啊，贪名贪利多了，只要他有贪心，他就放不下。啊，所以佛说，能把贪心放下。你一切都放下了，啊，那么一切都放下了，得修苦行，苦行受不了，所以放不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啊，他之所以伟大，能成佛，没有别的。就是难放下，地位过往到尽头了，他能放下，不要了。啊，过土，那他财产，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要了，放下。他结婚了，
有两个妃子还是三个妃子，记不清楚。放下了，生了一个小孩罗侯罗，罗侯罗还没出世，他就放下了，就出家了。啊，荣华富贵呀，不要了，名闻利养啊，从内心里扫得干干净净。去做一个苦行僧，过这个日子，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印度是热天，一年只有一季，夏季，没有春夏秋冬，所以三件衣就够了。啊，白天搭在身上，晚上铺在地上，啊，当作铺盖，什么都没有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干这个傻事？啊，是为做一个了生死、出三界、出十法界的一个好榜样，做给你看看。啊，修行的时间不长，他为我们实现的80年了。时间不长，80年就成佛了，得大自在呀！啊，智慧神通道理，不可思议！啊，真正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话很多人不相信，不可能做到。佛说，这桩事情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的，是你自己的本能呐。你确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你迷了。迷失了自信，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能为，你可怜不可怜？怎么迷的呢？烦恼，你有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是什么都不知道。本来是什么都明了，现在是什么都不明了。智慧有，不起作用；德能有，也不起作用；相好也有，都不起作用。你冤枉啊！佛教给我们，你只要把这些障碍放下，你就见到了。啊，放下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执着，不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你的智慧的能恢复少分。局部恢复了，
啊，在不断的放，还得要放。尘沙烦恼放下，你就是菩萨。无明烦恼放下，你就成佛了。一切法，啊，三世诸佛所说一切法，都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你没少一样的，你通通放下，全恢复了。做个放下的样子，但是这个要真正发心，不是儿戏，开开玩笑啊，口里说放下了，心里一样也没放下，这不管用啊。心里真放下了，世上还有没关系，你真成佛。为什么呢？你心里头真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啊，如果是在家，维摩居士，维摩居士是在家佛，他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他尊重世尊。世尊尊重他，平等平等。那么第二是礼法，教是言教，教里头一定有道理呀。教法所全之义理，啊，佛讲经教学，字字句句，里面含的有甚深的意趣、义理。这个东西要能体会到，听经要会听，不会听的听不懂，真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搞热闹。义理，义在言外。你要懂得弦外之音，就是话里头有话，简单一两句话，那一两句话里头包含了千言万语。这个谁知道？佛法是上上根人，甚至于佛用个表示啊，佛在大众当中念一段话。底下看到，不知道什么意思。摩诃迦叶懂得，佛也没说。摩诃迦叶懂什么？佛把这朵花给摩诃迦叶，叫拈花微笑啊。佛说。我有涅槃妙心，
传于摩诃迦舍。摩诃迦舍成为第一代的祖师，这是禅宗。禅宗以心传心，没有言语，没有文字。啊，谁懂得了？摩诃迦舍懂。真正懂得，那就成佛了。禅宗不留文字。没有言说啊，可是中国现在八个宗，大乘八个宗，禅宗的文字最多，不离文字，文字最多啊，哪一宗都比不上禅宗。啊，妙哉不言。那个不言，你要是说，千言万语说不尽呢，真妙啊！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迦舍尊者在佛拈花，他看到了，他明白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还给他啊！像六祖慧能，在五祖方丈室里头，他是听经，听五祖讲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彻大悟。五祖把衣钵给他了，他是第六代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在黄梅做了八个月的义工，名副其实的义工。啊，什么工作呢？粗重的工作，破柴。聪明啊，破柴聪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我们在抗战期间还干过这个事情。啊，那个时候我们十六七岁。他对聪明跟那个慧能大师是同样的啊，破柴每一天都得要干啊，厨房里烧灶烧柴火。啊，近距离的，如果住在乡村里面，上山砍柴；住在城里面的，是人家把柴劈好了，一担一担挑到城里来卖。啊，自己可以不必去劈柴火，他都给你劈好。啊，聪明，那个时候有对方，啊，集中在一起，你家的米、糙米，拿到那边去冲，啊，那边有这些工具，可是得自己去动手，没有别人帮助你，啊，所以聪明我们自己得干。
啊，慧能大师怎么开悟的？没有别的，放下。世尊菩提树下开悟，把两种障碍放下了，烦恼障、所知障。19岁离开家庭，烦恼障放下。30岁不再去学了。啊，12年的参学画了一个句点，不学了。所知障放下，知识是障碍。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要回归到大自然呢，你灵性就开了。说实在话了，我们人比不上一棵树啊，树知道的东西比我们多。这树木化作，为什么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他能看、能听、能嗅、能尝、能懂得我们起心动念，懂得我们意思。我们心地真诚、善良，树木花草欢喜，啊，它有感应，啊，树特别茂盛，花特别香，果特别甜，它的反应。如果我们心行不善，它的反应就是丑陋的，啊，就是叫人厌恶的，叫人感到很不舒服。今天讲磁场不一样，所以啊，一定要懂得他的义理。义理明白之后啊，要行。依理而行，理是信德，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力。啊，明白之后，我们要依教奉行。那个教是什么？就是戒定慧。啊，戒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可以做，恶不能做。啊，你知道断恶修善，知道积功累德。啊，进一步断恶。不着断我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就能得定。如果着相呢，不能得定；不着相就能得定。得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开悟。开悟叫果。啊，叫过法，行满所得，有为无为的果真。有为的果真是三善道，
叫小果，人天小果，无为的果证是三乘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们是无为的啊，究竟的果证是成佛。没有行哪来的果啊，没有行，有教有理，佛门称为解悟。你是明白了，你没做到啊。解悟带给你的是聪明智慧，在世间名闻利养，你会得到这个啊。但是了生死出三界不想干得的是世间果报，如果有真有行啊，行不离开戒定慧，真有行，有行得到是无为的果证，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陀得这个果，心地关键语，与法宝中啊，有其四种。法宝有四种，有教法、理法、行法、果法。啊，叫教理行果。那么修就是修教理行果，教理行果落实就是戒定慧三学。啊，精进勤也，慈恩窥基大师上生经，弥勒菩萨上生经，弥勒菩萨有下生经啊。上生是上生斗率天，下生将来到地球上来实现成佛。上生经上说，经为精纯，无我杂骨啊，他不是我法，他里头没有杂念啊，精纯啊。这个我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善，我们说的清净，为什么自性里头没有染净，没有善恶，自性里头一法不离。如果心里头还有一法，就错了。那我们今天有一法，有阿弥陀佛，这是不是错的？告诉你是错的。错的为什么要学？我们没有能力直通
信心，没有能力。所以我们用一法止一切法啊，用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能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把这一法放下，证得究竟圆满啊，净土成佛是这么成的。啊，不像其他法门，其他法门不必经过极乐世界，直接就成就了。我们直接成就成不了，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必须借重阿弥陀佛。啊，先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去培训。啊，到极乐世界还是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能成得了佛。这个道理要懂啊。但是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量寿，一生可以把这个事情办妥。在这个地方要轮回啊，一生做不到啊，做不到的时候，生生世世不知道轮回多少次，这个太苦了。时间太长了，到极乐世界时间短，而且寿命长，这是极乐世界第一的。换一句话说，你往生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为什么？你决定成佛。啊，成佛时间早晚，那完全在你自己。你自己精进不懈就快，自己懈怠一点就慢啊，但是慢不会退转，它保证你三不退啊。我们这个世界会退转，人死了再一投胎，前世的事情都忘光了，接不上啊！纵然遇到佛法再修行，还是从头来起。从头来起，不过你是聪明一点，你学得快一点。为什么？前世有底子。啊，换一句话说，一生未必能成就。我们今天看到先前的世界，看到这个缘分很可怕啊，这些缘全都是障道的，都是很难躲避的。啊，极更的人能够不受干扰，几乎做不到啊！啊，所以要晓得，这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我们的感激阿弥陀佛，感激释迦牟尼佛，感激阿弥陀佛建立这个道场，专门为我们这些人建立的啊！感谢释迦牟尼佛把这个道场介绍给我们，说得这么详细，说得这么圆满，
让我们升起信心、愿心，决定求生。啊，这个地方稍稍有一点放不下，这一次往生的机会就会错过。说得真干呢、啊，决定不能马虎啊，决定不能懈怠啊。慈恩大师说：“精诚无我杂故。”这个精诚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心里头没有任何染污，平等心里面决定没有高下。我们处事待人皆位皆无，真诚、慈悲、谦卑就会露出来。啊，为什么对人不能谦下？那是傲慢。为什么有傲慢？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傲慢是居身烦恼。莫那四大烦恼常相随，贪嗔痴是居身。与生俱来的啊，而且生生世世受这个影响啊，贪嗔痴的熏习力量非常强大静为生静啊，提升进步不懈怠故，又欲者越也，过也甚也。啊，超越、超过、啊、超胜，有这个意思。此二句总结上文，修行总跨以上种种妙行，如是妙行悉皆精勤深进。故曰修行精进，法藏比丘之德行无人能及，故曰汝能与之。法心勇猛常见，但是能坚持到最后少见。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初发心时，成佛有余。”这话是真的。初发心那一念非常可贵。问题怎么样？几个人能坚持下去？能坚持的他就成就了，不能坚持的全淘汰掉了。啊，一万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一万个修行人当中能不能找一个？找不到。十万人当中找到一个，未必。中国人口有13亿多人，能不能找到13个？
找到十三个是一亿人当中有一个。或许有，我们孤陋寡闻，没听说过，没有见到过。啊，难呐！是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那像阿弥陀佛这个，那真正是稀有。百千万劫才会出现一个，无量无边的修行人当中才有一个。啊，值得我们敬仰，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学习。请看下面这口啊，丁二赞佛法缘，这里都分四小段。第一段，这是礼貌啊，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啊，这个是居易。见佛的礼貌，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往矣啊，矣跟往意思相同，就是到佛的住所啊，佛所在的地方，所处所。这是去见佛，到佛处所，见到佛了，当然一定要顶礼。啊，顶礼梵语南无，他用的这两个字，跟我们现在用的两个字音完全相同，南无。那我们现在用的是东南西北的南啊，有无的无啊，这两个字的古音念南无啊，跟我们现在用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南无是一个意思，是一样的音。翻成中国呢，有归命的意思。归命也是皈依、稽首、顶礼或直云礼也可以，礼佛啊，就是去拜佛。常云顶礼佛祖啊，这个礼叫借助礼。我所最贵的呢是顶，我们的头顶是最尊贵的啊。彼所背的是足啊，脚是最头最高，脚是最低，以我之所尊。恭敬彼之所备，表礼敬之基。
这个就是对他了尊敬到基础，行这个大礼。这个动作，这种形象是从内心流出来的，真诚恭敬，自自然然呢，表现在动作里头，这叫最敬礼，切土就作记。此番为颂，颂者赞也，歌也。这是赞福，礼敬赞叹。普贤菩萨圣愿的前面的两愿，礼敬祝福。赞叹如来，普贤行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普贤行是假的，那个后面全做不到。华严经上佛说，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为什么？普贤所表的圆满的心得，圆见之心，一丝毫欠缺没有。那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常说，佛在大乘里面告诉我们，全宇宙，佛经的术语，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是我自性变现之物，是我自性变现的。我的自信在哪里呢？随念一法，无有不是，法法皆是。那么对一切法的不敬，就是对自己的不敬，对自己的信德不敬，这就迷了。真正觉悟的人，他一定礼敬，真诚的礼敬万事万物，对人要恭敬，对事要恭敬，是认真把事情做好，对物要恭敬，对桌椅板凳要恭敬，不是天天给他磕头，那就错了。把桌椅板凳擦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这是对他的恭敬。对花草树木，对山河大地，
无不净。这是普贤菩萨啊，诸佛实际上那个佛字代表宇宙之间一切法，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是佛，还包括无情。无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无旷无，啊，还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空间，华严经上佛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原是圆满。情与无情，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包括虚空，啊，共同圆满成佛。种子是一切种子，圆满的一切种子是究竟果佛所证得的啊，那就是说明一切万事万物到最后啊，一切成佛。这个话深呐，没人懂啊。啊，早年我在佛光山教学，那个时候年龄40出头，41、42岁。佛光山6个老师，3个出家，3个在家，在家有唐义玄老居士，我们这人里头他年岁最大，那个时候他80岁啊，我们大家对他很尊敬。方伦居士60多岁啊，出家的，我们年龄都差不多。星云法师跟我同年，啊，慧心法师年龄都差不多。我们6个人，教这个佛学院。有一天，我们这六个人聚在一起，星云法师就提出这一句《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话怎么讲法？没有一个能讲得清楚。啊，有情众生修行成佛，能讲的花草树木怎么成佛？这桌椅板凳怎么成佛？我们真的一片模糊啊。唐一玄老居士80多岁了，年岁最大的，我们只照着古人注解讲吧，一样画葫芦啊。古人注解怎么讲，我们就照了个讲啊，真的不懂啊。
这个问题在我们心里几十年了，直到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才完全明了。这问题解决了。这一般的能成佛，难。为什么能成佛？他本来是佛。他怎么变出来？法性变出来。法性就是佛了。他没离开法性呢。科学家告诉我，任何物质现象，一根汗毛断，一粒微尘，这物质现象通通都有见闻觉知。由见闻觉知就是佛，我们看到江本博士水实验，完全明白了。水是矿物，一滴水，很小的一滴，用针尖在茶杯里面蘸一点，针尖蘸一点。放在玻璃板上，那一小滴水，他能看，能听，能懂得我们意思。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把这个字贴在水瓶里头。实验室的水瓶管子，长长的管子，玻璃管子，水装在里头。你贴个爱字，贴一个小时，用针尖把那个水蘸一点，放在玻璃片上，玻璃片放在显微镜里面，它先冷冻，放在冰箱。摄氏5度，一个小时拿出来，它结冰了。把这个水结晶放在显微镜里面去看，图案非常之美。如果是负面的，那个图案就非常难看。试验十几万次，丝毫不爽，证明谁能看，认识字比我们厉害。很多国家文字我们不认识，他全认识，一点障碍都没有。我们说话他会听，不同的言语说他都能听，他都懂，这是自信的。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所以我跟江本博士说，我说这个实验证明了佛经上所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整个宇宙是活的，是有机体，你找不到一样东西是死的，是不起作用，找不到。
全是佛的，他怎么不能成佛呢？他有见闻就知就能成佛。啊，迷的时候叫这个受想行识，觉悟的时候叫见闻就知，这是自性的本能呐。自性变成任何物质现象，变成万物，它的体是见闻觉知，所以一切万物通通由见闻觉知，全是活的。啊，它跟动物没有两样。换一句话说，它跟人、跟天、跟佛菩萨没有两样。我们完全看错了，完全想错了，所以对于山河大地要尊敬，对于树木花草要尊敬，要对像佛那样的尊敬，尊敬他们。这就是普贤菩萨的礼敬祝福，不容易啊！谁能做得到？普贤菩萨做到了。修普贤菩萨行的人，他们都做到了，我们没做到。没做到不是修普贤行，这普贤行难修啊。啊，礼敬祝福，佛是从向上看。一切众生都有现象，八十五十一心所，个个都有相分，有见分，啊，有自证分，有正自证分。佛在经上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那我们要学，要认真努力去学。学不到，还是要学，学总比不学好。啊，努力的去学。啊，先呢，先从父母尊长，从这入门，学着对父母长辈尊敬，然后慢慢再学对一切众生的尊敬。啊，能够真正学到对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一切万物恭敬，就有一点像普贤菩萨了。啊，如果没有那点恭敬心，天天念普贤行愿品，也不是修普贤行。啊，经典不是念的，教理行苦，着重在心，着重在正果。啊，如果没有行根果，他跟世间法没两样，把佛法变成世间学术，这就错了。啊，把佛变质了，把佛变质，这个罪很深。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因为变质就是把它消灭了，形式还在，实质上灭掉了，灭佛法的罪
可不得了。啊，我们无知不知道，那情有可原。知道了，就不能做灭佛法的事情。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